我最讨厌那些在我面前装逼的人。我跟你说，人要学会低调嘛，有再大本事你装啥呢嘛？今儿我遇到个小伙，跟我说他爸是哪个集团公司的老总啊，回头他要接我集团公司的班儿呢。你对了吧？你就接个集团公司的班儿，都把你装成这啊？我跟你说，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，俺老师都跟我说我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。虽然说这些年，对吧，中央也没有派人跟我联系接班的事情，但是没事啊，我知道保密，在默默的啊，低调的潜伏着啊，不像你啊，成天这嘞我嘞的，有多大本事给人家说多大本事。共产主义的接班人都没吭气儿，你装啥呢嘛？所以这些年我一直默默的潜伏在社会的最底层。我最讨厌那些在我面前装逼的人。我跟你说，人要学会低调嘛，有再大本事你装啥呢嘛？今儿我遇到个小伙，跟我说他爸是哪个集团公司的老总啊，回头他要接我集团公司的班儿呢。你对了吧？你就接个集团公司的班儿，都把你装成这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，俺老师都跟我说我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。虽然说这些年，对吧，中央也没有派人跟我联系接班的事情，但是没事啊，我知道保密，在默默的啊，低调的潜伏着啊。不像你啊，成天这嘞我嘞的，有多大本事给人家说多大本事。共产主义的接班人都没吭气儿，你装啥呢嘛？所以这些年我一直默默的潜伏在社会的最底。我最讨厌那些在我面前装逼的人。我跟你说，人要学会低调嘛，有再大本事你装啥呢嘛？今儿我遇到个小伙，跟我说他爸是哪个集团公司的老总啊，回头他要接我集团公司的班儿呢。你对了吧？你就接个集团公司的班儿，都把你装成这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，俺老师都跟我说我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。虽然说这些年，对吧，中央也没有派人跟我联系接班的事情。但是没事啊，我知道保密，在默默的啊，低调的潜伏着啊，不像你啊，成天这嘞我嘞的，有多大本事给人家说多大本事。共产主义的接班人都没吭气儿，你装啥呢嘛？所以这些年我一直默默的潜伏在社会的最底层。我最讨厌那些在我面前装逼的人。我跟你说，人要学会低调嘛，有再大本事你装啥呢嘛？今儿我遇到个小伙，跟我说他爸是哪个集团公司的老总啊，回头他要接我集团公司的班儿呢。你对了吧？你就接个集团公司的班儿，都把你装成这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，俺老师都跟我说我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。虽然说这些年，对吧，中央也没有派人跟我联系接班的事情，但是没事啊，我知道保密，在默默的啊，低调的潜伏着啊，不像你啊，成天这嘞我嘞的，有多大本事给人家说多大本事。共产主义的接班人都没吭气儿，你装啥呢嘛？所以这些年，我一直默默的潜伏在社会的最底层。